举手，有带手机的。我建议恁大家吼先自拍，看你的面型叫什么型。啊，明天下课以后就个自拍，我给你保证，你的面型会改变。哦，这很好，很好。我真爱吼，拄啊开始来上课的学员哦，先自拍。自拍的原因是啥？因为你家己会感觉讲，你原来戆戆的迄个面是啥物型？啊，即马知影法律以后的面型是啥物型？你会恍然大悟。台湾的历史，照道理来讲，应该台湾人写。台湾人的历史，毋是叫中国人甲你写台湾的历史。从咱即马，从过去到今日为止，咱所读的课本，拢是中国人写的。中国人的写的这些课本，你要相信吗？你只好不相信。像昨我有跟你讲嘛，台湾建书哪有光复？怎么会有光复节？历史是执政者替头前的人写。哎，讲到这个是够足趣味的呢。中国人拢总有几个朝代？几个？你知无？皇帝有几个？200几个皇帝，200几个皇帝，敢从一同款的一个系统落来，从来不是的。哦，咱读的课本啊，什么元朝啦、明朝啦、什么清朝啦，遐有啊。几百年，伊就改变一摆；几百年，中国人就改变一摆。但是，你捌看到英国改变吗？你捌看到日本人改变吗？为什么？是怎样英国人的女王一直传下来？是怎样日本的天皇一直传下来2000几年也没改变了？是怎样只有中国人的皇帝一天到晚在变？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？我相信咱台湾人从来都不会去想那个去想说是这个问题，不去那想了。其实敢有真正有叫做中国敢有什么汉人？伊即马甲咱讲哦，咱是汉人。其实我们不是汉人。现主席的中国嘛无汉人。我问你咧，元朝成吉思汗是啥物人？蒙古。蒙古敢中国人？不是耶。老早伫元朝的时阵，就已经整个中国去灭亡，有那很惨的哦。中国那当中哦，有要到4亿的人口哦，去杀一半掉去，杀了一半。清朝满洲人跟中国人，不是啊。清朝也不是中国人。过去我们所读的，因中国历史写什么夷人夷啊？那也是中国人。真正正正的中国现在敢有？没有。你看看嘛，中国那些现主席的领导者都是北方的人来去做中国的现在的领导人。真少有南方的爷爷啊，像邓小平这类的去做，真少。所以中国他们说他这个国家，所以有的人在说这个中国应该拆到7地，没有错。来，中华民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中华民国在中国这个地方，敢感觉它一个中华民国？不是呢。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中华民国有没有对日本宣战？我给你看一个资料，来，国民政府的对日宣战，给你看，来你看，诶，国民政府在1941年的12月9号，你听，看好清楚哦。嘿，用红诶，给你刻这个是啥啥？国民政府呢？敢写中华民国？有无？是不是？这个时阵，在伊这个宣布宣战的时阵，有中华民国这个物件无？有，
伫倒？伫南京。迄当阵中华民国的头人是啥物人？汪精卫。所以蒋介石伫咱的课本甲咧写讲哦，对日抗战，你换歌咧，伊是嘛对日抗战？含这个对日抗战、对日宣战，这啥物人？啥物人宣战嘞？恁拢有，恁拢捌字，敢毋是？咱我问恁拢捌字嘛？看有字无？啥物人？林森呢？啊，佫是国民政府呢，毋是中华民国呢？当时的中华民国是向美国宣战，你有错一条无？你历史拢无通嘛？是伊个国民政府向日本宣战，但是中华民国迄当阵向中华民国宣战。啊，过一个人伫咧，伫延安的毛泽东、共产党，迄嘛是一个国家。啊，若要严格讲，还有一个满洲溥仪，迄个嘛是一个中国人。但是咱无甲算中国，是因为伊是清朝，不算中国。哦，啊，你有惊一条啊？迄当阵的蒋介石，伫国民政府的身份是啥物物件？你敢知？行政院长。即张当时吼翕相的时候，未记得讲即后壁甲翕出来。以前所谓的五院，拢有写伫遮。蒋介石伫迄个时阵，伊的排名差不多第四名啊，第五名。但是咱下个课本呢，伊徛一只白马，对日宣战，十万青年，十万军。其实蒋介石吼是一个无读册的军阀啦。反正吼，有个人无听对蒋介石吼充满了敬仰之心啦，我嘛是啦，以前啦嘿。到后尾啊，知影即个事实以后吼，后悔莫及。伊根本都唔是，伊是军阀，军阀割据的一个军阀。伊手中太人太足多，今日都我二礼拜嘛。今日都我伫1947年的2月28，为今日开始。我问你，二礼拜死偌济人，你知无？就是刚讲好几万，迄未准啊，还讲人数字出来。咱到即马为止哦，到即马到今日为止，无人知影讲二二八死几个，啊，看有限无？伊甲你砍掉的啊，对不对？郝柏村出来讲，没有死多少人，只有几百人而已啊。我讲一个例给您听。1947年二二八的时阵，台湾的人口偌济？600万。中国。你当阵，就日本时代啦吼，日本时代为中国，唔是日本时代，迄个拄啊好，迄个也做战败时阵呐。蒋介石伫中国建书，1949年12月，大量的中国人逃到台湾来。今日咱台湾民政府做甲遮尼艰苦的原因伫倒？因为走来遐人过去。你们有讲讲，这些人拢是精英呢？我跟你讲，这些人不是精英，这些人拢是贪官污吏，摕足侪钱的，然后走来台湾。这跟恁的头壳内底的思想是完全的颠覆掉。因什么精英？你中国搜刮老百姓的钱财、黄金、古董。到了在台湾，其中上界恶劣的人，什么人？宋美龄。今日台湾会变作安尼，害台湾上厉害，就是宋美龄。宋美龄不是中国人，是美国人，你要搞清楚。宋美龄讲的英语，讲的英文非常漂亮的英文。伊甲迄当阵美国的国会啊，拢非常的熟。所以用故宫遐物件做礼物去送，啊送的时阵啊，佫钱足多，
女们讲一句话，伊讲因蒋家、宋家一家人都是贼。什么意思？宋美龄去甲美国的国会公公啊，美国半钱，几百万的美金，迄阵几百万美金真大呢。讲好，我来援助中国来对抗共产党。要是我宋美龄因哥哥宋庆，哎，那个叫做，就开迄个什么银行迄个啊，钱拢寄，宋，不是宋庆龄，宋子文，钱寄去因哥哥的银行，肉包子打狗啊，留伫因银行，你想伊会摕出来？袂啊，所以美国伊即马嘛银行啊，真大间啊，遐钱都位下来。伊假借讲要跟共产党对抗，啊，将迄个美国的钱骗到手，啊，不是倒尾咪走来台湾，走来台湾要求伊去甲美国遐国会讲，伊讲我可以让蒋介石啊，当你们美国的第一线的防卫。所以1949年十二月开始，台湾人开始做兵了。12月，他们3号啊几号？第一届军迄、那个军人啊入伍。你想，咱是去用占领的所在，被占领的人要当兵吗？唔免啊。琉球和美国占领，琉球的人敢有去做美国兵？没有啊。在台湾想要去做中华民国的兵，昨跟您讲过，中华民国是咱台湾的敌人，咱哪有讲去替敌人去做兵的道理？这是国际法上绝对未通的啦。所以咱在2006年告美国告赢，2009年4月7日以后，咱跟美国奥巴马讲，你若阁让咱台湾人去做兵，我给你送国际法庭。所以马英九不得已啊，3、4年前伊就宣布讲，台湾人不用当兵。伊一旦宣布国防部、中华民国国防部，那挡会掉？哦，不可以。但就马英九讲，无论如何不能当兵，是安怎？因为咱台湾民主伫奥巴马后壁，必须咱家举一支枪甲压掉。你好，哪个叫我做兵？你试看卖啊？是安尼，唔免做兵的呢？台湾人真正爱好，感谢台湾民政府，你讲对不对？您听一节课了，都反应袂歹呢。咱即马免做兵啊，拢免做兵啊。即马马英九想一个，毋是马英九啦，遐立法委员啊，他较歹。因讲即马吼，啊无来募兵，也不可以。台湾人袂当做兵就对啊啦。做兵是要创啥？叫做效忠，伫国际法内底效忠。所以日本的天皇免做兵是啊，他不用效忠。日本，日本人爱伊即马嘛免免做兵，因麦克阿瑟盖国要用自卫队，咱台湾人赶快免做兵。所以我估计台湾民政府如果在今年之内，这个关系拍了赢，一定该宣布讲台湾人不用再当兵了。啊，不用当兵要安怎？咱干日本无，日本人讲自卫队。我们可能叫做禁卫队。禁卫队什么意思？禁卫就是在保护日本天皇，那是一个名义啦。日本天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一条的尾啊，以日本天皇的权力去约束起来、吊起来，暂时日本天皇的国家的代志未使管。台湾民政府。为2011年开始到现在，连4年了，很认真上课。但我们上课里面，有一个初级班、高级班，计较的也很多。有的高级班上山了，哇，这么简单，创造很多。所谓的，他本来要做我们的外围组织啦，没那个外围组织的啦。我问你，台湾民政府可以改名字吗？你想看看可以改吗？改做台湾国，你讲好唔好？改做台湾共和国好唔好？改做台湾临时政府可不可以？改做台湾自治政府会使啊？通通不可以。
台湾民政府这个英语名叫做台湾 Civil Government。这是什么叫？虽然讲台湾 Civil Government， 这就是按照战争法、按照国际法，被占领地区的老百姓自己爱成立的民间，你说民间啊，民事组织啦、啊，民间的代志做，咱袂当去卡着军，但是民间的代志，咱能去卡。所以叫做 civil government。你来看哈、哦，琉球当时成立什么？琉球民政府。伊拉克和美国跟英国打败，伊成立啥？伊拉克民政府。所有全世界战争，因为战争失败以后的国家，一开始拢爱成立啥？民政府。啊，台湾人足计较的。为着要反对国民党，台湾要独立不？宣布成立台湾临时政府。看得贵，什么叫临时政府？临时政府就是讲，你这个所在去用占领，啊，当地老百姓在国外离开这块土地，在国外成立一个国家形式的组织，你当然也让叫做临时政府或者是流亡政府，是安尼来了。当然哦，我讲这方面的法律的相信啦，零，计较的足多。以前可别讲，昨暗三点，我接到美国电话，咱已经控告成功啊，迄、那个文号嘛出来，您等于去看迄个网路都会有。如果我没有记错，美国的华盛顿地区诶，哥伦比亚联邦地方法院。接受了这个案子，这个案子是1-2点号码呢，1-2点15几环 CV 几环00295号，你没记不？哎，你也记起来，这个号码对台湾人有很特殊的意义。我再讲一摆，1-2点15，啊一个空格。几怀啦啊，几怀 CV 的 civil， 迄个 V 是迄个对抗 CV， 啊几怀00295号，哎、欸，咱个美国，到即马为止，还佫有一挂戆推的吼，讲迄个2000多人，咱个美国有啊，哦，一个台湾去伫美国的律师吼，一直要叫咱讲委托伊啦。啊，无委托伊吼，吼、哦，伫网顶出来讲迄个，啊，即卖迄个律师已经无去啊。迄明明都有影的物件，哪会当互你讲假？赶快，我甲你讲一摆，互你听。1-2点15一环 CV 一环00295号，就是咱今年咱即卖控告美国的文号。你不用怀疑啦，控告的对象是啥物人？台湾民政府控告美利坚合众国跟 ROC 中华民国，理由是要请中华民国离开台湾。为你那点点，哎，你的反应，他都阿公跟你俄罗呢，今摆又过完去啊！离开台湾，拢离开中华民国，拢完。来，我问你嘞。有一个代志真趣味，现准是美国欠中国钱，对不对？对恁知影嘛吼？啊，安怎欠的？是安怎欠美国？哎，美国哪会去欠中国钱？为什么？怎么欠？啊？你敢不知道？伊甲借钱？哦，国债对，国债是一部分啊，比较小部分啊。我甲你讲吼。这美国人是夭寿巧，即马中国生产即马一开始吼，互伊发展以后，中国开始自由以后，无讲完全自由啦，吼、哦，共产党控制遐国家吼，是用经济计划生产物件，遐物件爱安怎，留咧家己用。你知影咱台湾变作以前是四小龙，你会记得无？那时候是因为台湾人很打拼的，
啊，国民党领导的很好，所以台湾的经济突飞猛进，是不是安尼？迄胡说八道！你来看即卖外劳，来伫台湾做工作的外劳，你捌看无？伊有拍拼无？足拍拼，我甲你讲，比你台湾人加十倍拍拼。迄狗啊，垃圾狗，因扔落楼下，哎，扔落迄个狗啊内底去清。遐外头遐查，遐查某的，恁这时大人有诶拢不爱甲顾啊，外头拢替你咧顾，遐艰苦的工课呢？陪伴迄个生病的人是很痛苦的事呢。有效拢是一点时间尔呢，你有法度24小时陪一个残障，还是陪一个中风的人24小时甲顾顾无？你无法咧，我甲你讲实在。我即马亲眼看了，我才知影，你没有办法啦。外劳会当比咱台湾人更加拍拼，所以你可见当年台湾是四小龙，并唔是讲因为你台湾人拍拼，所以你有钱。No， 原因是啥物原因？因为咱第二世界大战战败，美国占领台湾，一定要开放伊个市场，予咱台湾人。卖物件入去美国内底，物件上个重要就有生产，伊也爱卖出去啦。当然伊也真拍拼，但是伊物件卖出去无，卖出去，干那伊个来国内消费，所以无多趁钱。当时美国宣布迄当阵第七舰队伫台湾海峡内底巡防，走来走去，无战争。所以咱台湾迄当阵经济起飞啦，毋是国民党领导，毋是你台湾人拍拼啦，全世界拢祝你比你较拍拼啦。是迄个时阵台湾人有钱起来，但是今日是安怎台湾人翘起啊？国民党甲你鼓励你台湾甲中国做生意，中国人都无钱，伊是要甲你买啥？我问你咧，他没有钱呐，所以台湾变作一段时间拢愈做愈俗。要拼成本嘛，愈做愈俗，钱赚愈少，台湾一定就散去了嘛。美国和中国现在的经济就是这样来的啦。美国跟中国说，你要卖我的东西会杀你哦，我先付你一部分钱，其他的部分怎样记在拼的可以吗？记在拼的你如果说人要借你钱，说借的钱都记在拼的，较侪钱你嘛感觉少，所以中国伊为着伊家己的生产，伊只有呐勉强同意，安尼愈欠愈济，欠到即马含真实，即个中国伊愈想愈唔对，因即马遐学生伊呐读册嘛是翘的嘛一日一日出来啊，美国的副总统去甲访问的时阵，伊甲北大的学生叫伊来，哎、欸、来来来，你来阮遮演讲。甲问问题，哎，阮中国，恁欠阮中国遐个钱吼，有安全啊无？美国总统、副总统安个回答？绝对安全，我给你保证。我欠过我这也是很安全。我美国欠你的钱，敢若我巴肚内底迄块肉同款，我会好好保护他。哎，你有愿意无？吼、哦，北大学生打个派出所。美国人很有信用，但是因军方有一个较巧的空军的上校叫戴旭，听听等于厝的吼，迄暗困未去，用伊的话足奇怪的，巴肚内底迄块肉唔对呢，迄块肉然后放出来是啥物物件？屎啊，米田共啊，我是歪讲迄字啦。啊！迄块肉伫巴肚要甲胃手安尼甲吞落去，屙会出来无？伊讲嗨啊，未行啊，美国未绝对未行啊。国家兵历史，美国过去欠西班牙，欠迄个荷兰真侪钱的时阵啊，美国制造事端啊，打一个仗，遐钱免行。欠西班牙钱的时阵，
嘛是同款，欠英国钱嘛是同款，欠西班牙就是美西战争啦。美西战争哦，即马历史拢造出来，美国偌夭寿呢？伫迄个古巴哦，一只船哦，家己甲炸掉，去掠西班牙，你敢炸？安尼开始战争。啊，有准备啊！啊，西班牙本来是嘛是真强啊，啊有准备啊，伊已经准备好要甲你拍。一开战吼，两天就甲西班牙就结束去啊。安尼了，欠西班牙的钱啦，免还，免还伊啊！西班牙阁挂四个土地去予美国，古巴、波多黎各、关岛甲菲律宾，欠英国女王钱，打一个仗，独立战争，钱拢免还。伊讲安尼，我甲你讲，中国甲美国一定战争的。那战略以后呐，免还啊。所以戴旭就跟郭转的讲，千万不要向美国开战哈。啊，美国吼软土深骨，伊即马知影讲你不爱甲战争，啊无我搁一步啊，发行公债，就恁头讲的，规定讲你中国爱甲买，啊买偌济，中国讲伊财政部讲，哎、欸、你嘛拜托你叫我笑的哦，你欠我遮济钱啊，你叫我甲你买公债。美国讲哦，你不爱买，我紧，我家己用，我家己买。过两天，中国讲，好好好好，我家己买，是安怎？暗时想想讲不对呢，你要家己买是免哪买？印钞票嘛，家己印，家己买嘛。啊，印钞票呐，钞票较济是免啦，贬值嘛，对吧？即变成全世界，包括中国，拢爱较保护美金，保护好，唔能叫拨嘞，对不对？啊，拨嘞是土气啊！你讲美国头脑好无？夭寿好。美国人因真早就发展这经济，他们有一套啦。啊，本来这个黄金，你呐，可不讲你这个国家要发行偌济钱啊，都要用黄金做比例。尼克森个盖过来，用美金比黄金，用美金做比例。夭寿啊，美金是你家己印啊，你家己印啊，你家己做比例。啊，所以这样美金啊啦，会愈来愈贵个。但是美国足巧哦，伊维护得非常好哦，所以美金拢未跌，你未感觉吗？发足济美金嘛未跌，嘿，有够牛呢。啊，即摆美国阁想一套，哇，我即摆美金发遮济啊，变怎？我甲你讲，美国一定会将美金的颜色甲改变。一开始你改啊，改做啥？红色。美金是绿色，恁知道？伊甲改做红色个。伊若一日改红色个，我甲你保证，全世界美金嘛、哦，差不多有20% 的美金嘛、哦，拢提袂出来。也甲你规定讲，你偌贵个时间哦，这个美金你不拿出来换哦，通通作废。啊，所以遐乌钱啊，卖军火啦，卖毒啦，遐钱拢唔敢提出来。我告美国人头脑夭寿好啦，我无骗你啦。所以美国即摆开始伫改啊、哦，伊开始要改美金会变成红色的哦。你捌看过无？你唔捌，我捌看。有一天吼、哦，我含一个银行真好，因为我卖讲名啦，迄、那个甲讲吼，秘书长你足厉害呢，美国的美金开始伫改啊呢。我改啥？改颜色，改红色。我阿、啊、你有无？有啊！伊就摕伊银行摕迄个罚款。过边偌久啦？才近两年内底，美国会宣布绿色的美金不能使用。我限你在3个月或者6个月之内要把它换。啊，那时候美国发行的美钞啊，就熊熊减起啊，美钞马上再升值。啊！你讲伊头脑有好无？也有受好，我无甲你骗。啊！你无多甲伊对抗啦。所以吼、哦，我会记阮老爸捌甲我教一句话啦。伊甲我讲嘛吼，读小学的时候呢，用你若遮个同学含人同学咧斗阵哦，拄着袂合，哪会甲你欺负，拢会甲你相拍。啊！你逐摆拍拢拍输伊安咩啦？我听人讲啊，我甲老师讲啊，
阮爸爸，阮爸是独学，是独学，啊，欠的，他那只歹。啊，老师讲干唔对，当然嘛唔对。老师，我都一干干唔看你啦，顾你的安全啦，啊，靠你家己啦，啊，免啦，我问免啦，怎样下手？好啦，你讲。哎，巧！我老爸就甲我教讲啊，你拍袂赢，你就加入伊徛迄边的。你听我，咱拍袂赢美国对不对？简单嘛，徛到美国迄边，我甲你共边。阿姨甲你拍哇，啊，咱足好运呢，咱足好运的呢，咱伫做世界姐姐，咱建树呢，好家在毋是建树中国，咱是建树美国。美国我徛咧伊这边。你讲的，我拢该赞成。所以，咱过美国的原因在遮啦。咱即马过美国，美国总统奥巴马嘛派因小弟两届来跟我见面啊。啊，卖啦，卖个讲个，讲阮个个个啊，人你选举你甲过要创啥？我好啊，我哎，你我讲的代志也甲答应啊。答应啥？我台湾国际地位恢复啊，可以啦，可以啦。所以，一记我甲你讲一句话。世界国际之间的所谓的外交，不是要跟他相打，咱台湾这么小，是要怎么建啊？两辆帆船都翘起来要建什么？咱就要用咱的智慧，用国际法理，已经存在的国际法理，替咱台湾人追求生路，这样好吗？今天说到这，明天再继续。